关系怎么样？这重要吗？他和父亲的关系变融洽了。一个多年不把家当家的人，结婚的时候也很冷淡，现在却跟你钱，跟你买礼物，还时常陪父亲聊天，这像什么？我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。我担心他某一天会突然做出让人意想不到的举动。 你是不是想多了？我希望是我想多了。从今天开始，盯紧他。有任何异常，立刻告诉我。好，起来了。赶快梳洗一下，吃早餐吧。你是有什么事要跟我说吗？如果有机会，我希望我们这个家可以改变一下。这个房间。 还是太冷漠了。如果我能有一些变化，也许能让你过得更好一点。你是在怜悯我吗？不需要，我的生活是我自己选的。喂。你担心的事情，也许出现了。沈放可能会离开南京。